啊，门铃啊。啊，好啊。这个是门铃啊。还是这个？都按。都按啊，两个都按。啊，这个这个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好像没人。啊，没人走了。走。台湾彩礼啦！芝麻开门。喂喂喂，女士先行。看到他们当然开心啊，亲切啊，大排档有饭吃饭，哇，好啊，欢迎光临。点解？哟，你两个，哟，哇，哟 ，OK， my god， 他走进来的时候，哇，我真的是哇，好久没见的朋友，他们知道我们在广州，所以特意的过来支持我们，当然很感动了。来坐坐坐，一起坐吧。好好。喂，原来你们的普通话那么好的？不会。你还有带一点北京腔的？还没有啦，哪有？没有没有。其实我跟谁在一起就变成那个腔。有学过吗？没有啊。他没敢，敢讲就 OK 啊！对对对，敢讲就 OK。听得多了就其实差不多了，就对。你要不要喝一种？喝什么？啊，对啊，啊对呀、啊，为什么现在？啊，有没有我们奶茶啊？什么那个？我们有什么最好喝？我们有那个哪边那个消仙草。啊，真的是看到什么就有什么可以吃的了。啊，就那个你看到那个消仙草就有消仙草了啊，其他的你可能看不到。没看到，也不要想了。肉桂茶一个就奶茶，水果茶一个是水果茶。我们的这个装修还可以啊，非常好，很好哦，我觉得。哪里都可以打卡，你可以啊，随便去打卡。对，你没看到吗？做人最紧要是开心。开心，对，哎呀，开心很重要。对，